这个水现在看起来蛮正常的。那边看起来蛮正常哦，还有鱼嘞。这里过期的鸡肉了，看看哪一只狗要来吃。应该会有狗吧？没有狗的话就算了。满满的螃蟹，还有弹吐鱼，能跳，招潮蟹。这一池是有人的哦，应该是有人，他上面有写人工养殖场。我感觉像废弃掉了。有豆仔鱼的。无锅鱼，不过这边应该要找一下吧，他不给我过，刚刚从那边告过来啊。Hello， 这边超级偏僻的，草很多，应该是人家荒废掉的。OK， 试试看啊。这边的鱼不太好搞啊，比较练的。直接拖走。大一点点，好只小，哦，大条了。
多啊。再连续钓个十尾，如果都是小阿福就散人了，换别的地方。OK， 好，开始。浮得有点深，第二条，第二条，我你的浮标没站起来，有比较大条，比较大条。有，大一点，第三条，第四条呢？第五条啊，勾到眼睛了 ，sorry。第五条，第六条。刚刚前面已经有中，可是忘了计算，忘了开摄影机。第六条，我们一起中钩。第八条，就贵了。第九条，中了下鹤鱼啊，就是它。下鹤鱼，拜拜。老话一句，天气热多喝水。这一只
蛮有潜力的。有路。不错。应该是有人的吧。终于看到机车了。没有，那个路没办法进来。好，天气非常炎热，找个地方避暑去了。OK， 好啊，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来对面吧。这个也是人家告诉我的一个池子，下次再来钓吧。哦，种满了一片。